地铁一把赚400万的方法被我找到了。哪里？地图选进阶二图单人，这里有个限定条件，就是出生点必须在这个区域。游戏开始后直接下矿，进来后矿材再说明你是第一个，直接摇过去到矿区。进入矿区后收武器往里走，记住路上不要打怪，一直到主楼里会有两个小怪过来，清扫一下开始开箱。天赋的话选点金加灵巧，你看我这些箱子开的不是金条就是罐子机。等两层楼收完，差不多赚了200万，这个时候可以爬到楼顶召唤矿车走人，也可以在楼顶当老六，或者点一下 boss 让他来主楼，然后蹲在这里单刷 boss。 虽然最后掉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包含能装就放，再捡捡敌人不要的撤离电话或者七级头，然后召唤一下矿车就可以走了。学会这个方法，单排轻松赚百万。